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是吧？经上有这样说啊，《大智论》这样说，是吧？知道许命所经过的事情，光知道这个事情不行，还得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什么而起的，什么原因。这个原因的因果，就是许氏说的相续到现在。咱每个人都是如是，就是不知而已，无知。咱们现在所受的是你过去的很多的许氏的业，感了很多的果，那果又成熟了，果又变成因，因又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又变成无穷无尽的相续不断，业的因缘相续不断。如果知道叫智慧，智慧叫明，一般的相续的二乘人能得到的，只是万万大劫了，无边无量的劫，那他力量就达不到了，达不到了，直到无量的因果，知道的因要就能知道让它转变，是吧？因为那个因，你现世感这个果，你现世把这因转变了，那你那个趋向的因不同了，那你将来果也不同了。但是这个啊，要分别出来，菩萨的愿力的不是干果啊，这个搞清楚。说像地藏菩萨发愿到地狱众生去住，到地狱去度众生去，那不是干果，那是自力愿力结合的去。像有些大菩萨，他到我们人间来弘法。他也是视线的，也跟我们一样的，但是他不是他的因缘的果，这是愿力，愿力跟自力结合了，他现化这个身来度众生，但是这个身呢是空的，是空的。这个得靠你有智慧的，那他绝不是他的果。好多那些大菩萨视线的也做人，做人，那做人也视线的出家，或者是视线没出家，那出家不方便，出家对于立身事业有时候不方便，他是做在的人嘛。现在茶馆酒肆啊，各行各业呀，在码头作业。我以前听到那么个故事，在码头当个那个苦工啊，他就在天津吧，专门一生是个干什么呢？天津出盐吧，一船一船的装上盐吧，就光那个背口的那个，他视线的一个苦力，那时候叫苦力，就吃苦出力气。其实他是菩萨，那他给那工人讲些个那人间的故事了，他那很多，好多还有大菩萨的视线的，那他就不是了，超出这个，是不是？那在诸佛看着就知道视线的菩萨，
不是他的因果。那菩萨发了愿度众生，以他的自力，以他愿力，以他方便善巧，就是慧方愿力，就是咱们说讲这个力，他那又是特别的。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菩萨，还跟那一般的苦力一样对待他，他是化现的、示现的，但这个是例外，这是例外。那遇着佛，佛就知道他了，佛法国度及众生，所现皆随，皆有随念力。最后说，这都佛的智慧力、念力，不但能念，还能现。我刚才讲的菩萨是示现的，苦功了，示现什么？都是示现的，不是真实的。因为在世间编小说，他不知道，把个道济禅师编建的，编成个罗汉，其实他是菩萨，他是菩萨。凡是发大心的，示现在流，示现到人间的，都是菩萨，都是菩萨。罗汉是怎么样的呢？罗汉是绝对遵守啊佛所制的戒。菩萨呢，他不一定了，他不一定了，他是只要对做利益众生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他可以杀人放火。杀人放火受报不受报呢？杀人放火时，他是变化示现救度众生，示现也得给众生示现受报啊。他也示现，堕三途，他堕三途是自在的了，不是受苦了，都是化现的。所以说菩萨观察的，他所的一切法，入梦、入幻、入泡、入影，受果的时候也入色。现在大菩萨他把这个身，他观的身顿虚空等，那这里虚空有什么苦啊？有什么乐可受啊？没有了，没有三受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虚空没有啊。那菩萨的心跟虚空一样，他所化现的身跟虚空一样，有什么苦受、乐受？没有，他只有一个悲愿利益众生。所以对佛法、佛所依的这个果度，果度之中所有的众生，这都是示现不实的、假的，随佛一念之间皆能了之而无疑，都能了之无疑。所现皆有随念力，这个念力，这个念是智，是随着这随念力，就随着佛的自力，不但能念也能现，能现又能念，就是示现广大境界相嘛。佛言广大入虚空，普见法界尽无余，无奈地藏无等用，彼眼无量佛能眼，这天眼自立。天眼自立呢，就是从那一些境界相来显，来显，从境界相来显，显什么呢？显力，显力，什么力呢？眼力。眼力是什么？光明力。光明力是什么呢？智力，还是智，还是智慧的。是吧？在这儿死了，到那地方受生去了。有时候随着散去，
有时候谁讷取，就是大小好丑都能正知，都能了解一切众生的所有的果报，所有的造的因，佛都能了知，嗯，再说实眼啊，那个清凉果寺在书里头说，右眼是么现代具足的，能见一些散，偏眼就能见一些众生心，慧眼就能见一些住根的境界相，一些众生的住根境界相，法眼就一能见着一切诸法的实相，法眼能见着诸法实相，佛眼能见如来的实力，咱们就上头所讲的实力，这佛眼就能见。这以后加了五眼啊，这是《金刚经》上说这五眼，但下头第六个自眼，自眼了达一些诸法。见一些诸法，第七家光明眼，光明眼就是见佛的一切光明，除生死眼，了得生死了，证得涅槃了，这叫除生死眼。还有无奈眼，所见的一些法也好，尘也好，一切诸法一切都无奈，还有一切自眼，自眼叫这个普眼，普门法界一切诸相，在《华严经》的离世间品，特别举出来，由于这个无眼之中开出一个自眼。从佛眼，这个是从佛眼开出的光明无奈，叫自眼，这样圆成实眼之说。一切众生具住解，所有随缘与习气，如来出现片世间，悉以方便令除灭。这个的智慧力，这个力叫什么力呢？叫漏尽之力。漏尽了，永远不漏了，就是卸脱了，没有疑，没有惑。佛能知道一切众生哪个应得漏尽涅槃，哪个能得，哪个现在不能得，将来能得，这叫正知。正知，正知是什么呢？有智慧的力，独立。像我们在现生当中，我们的智慧力，信仰三宝，恭敬三宝，随时随地的念三宝，这个久了产生一种力量，相似的自力，对，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气非常的严重，证得阿罗汉果了，能断见思惑，不能断无明习气。也不能够给众生的漏，使他能够清净。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佛能够指导一切众生的无明，
能够帮助众生，给他说法，使他断，把那习气消灭了，那贪嗔痴慢，这四个是很严重的，在佛的弟子这中，贪的习气，贪的习气特别重，迦留陀夷，大家学界都知道了，嗔恨心习气重的人，舍利子，舍利子嗔习很重的，他没有证得的佛的究竟果德，没有见到理，于此，周立盘陀前，三年不会两个字，咱们扫地那扫把呀，调扫，他就念了上个字忘了下字，念了三年不会，两个字连都不起，愚痴习太重了，周立盘陀前，能慢共告，毗陵伽多错，他慢习特别重。这些个都有就过去的习气，现行的烦恼能断，习气呀就不容易了，像老阿含果还不行，还不能断到习气，特别是见普遍具足的，怀疑的习气，好多修道者人人都具足，见的习气，就像我们中国有句话，三思而后行，三思本身就是疑，是疑，怀疑嘛，想过来啊，不行，不对，想过去不对，就这样，叫疑，特别说疑的习气非常难断，因为我经常的注重事实，现在这么好多的讲究注重事实，就是这个叫什么呢，见有的习气，见有的习气，有的习气太重了，见事不见理，你看不到了，这个许多的菩萨还有这种习气，而不是登地的，不是登地的，登地的也有啊，必须得到的八地以上，九地，八地以上呢，他这个习气，他因为他跟佛没有无二无别了，那就八地就不动地了，不动地了，见思烦恼他都断尽了的，对，那十方诸佛来劝他，鼓励他，让他继续行菩萨道，为什么他叫不动地？他不动了。他说我已经成就了，跟佛无二无别了，说以后让他说法入日利众生啊，这上头讲的实力就讲智慧，智慧的本体起的作用，这个作用呢就叫力，大方广的广，字就是力，就是力，因为字的力的性就是智，智的作用就是力。在这个咱们讲这个实力当中啊，许住随念相应的这种自力，许住随念的自力，
很不容易。嗯，在一切境界上，在一境界上，随念能够理解，这个很不容易。在一切事理当中，或者智识他事，在一切事物当中，正是水，水能使你清净。咱们做点什么事都要洗洗手吧，用水把它洗清净，水就能净，水能净，火的能烧，这它本具的自力，它就是这个力量。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力，都有它的力。虽然我们说大小，大小没有标准的，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你辨别起来，力最大，力最大。这个大是指什么力呢？是自力，涅槃了，漏尽了，这是最大。但是这个是的，一切事物的无奈解脱的根本。这个就叫平等，平等。而是法界普运菩萨摩诃萨成佛为例，普观一些道场众会海，众会海矣，即说颂言：佛为神力，遍十方广大四现无分别，大菩提心波罗蜜，悉说满住皆令见。他赞叹佛修这个十度的威力满了，十度横满，都达到般若波罗蜜了。十度横满呢，把那个六度后头智慧开了慧方愿力字，就是十度，环境都讲十度。咱们现在讲力度，这十度当中的力度，慧方愿力力。因此啊，就普观十方所有来的海会大众，合乎着十方大众的海会大众的意见，每一个菩萨要说寄送的时候说先观大众。大菩萨有智慧的，看看大家思想所想的，大体差不多，说出来都大家都同意的，所以都加一个普观一些海会大众。佛为神力，遍十方，何处有因就何处有缘就何处现，有度生的事业了，因缘有了，佛就现了。因此说佛的力度有好大呢，遍于十方，没有作意，没有分别，普遍示现，普遍如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的觉悟是大觉圆满，行这个觉悟的心门，修行觉悟的修行已经到了圆满程度了。菩提就是觉悟的嘛，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究竟成就了，就成就了。凡是往昔有因缘的都满足他们的愿，满足他们的过去的因缘，悉令见，都能令到见到佛。那我们现在见到没呢？我们都见到了，见到是什么呢？法身佛，法身佛，大方广佛经就是佛的法身，法身，对。
我们来读诵受持，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法身跟佛的法身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就是这么样一个因缘，因缘，这得经过无量劫的，没有还是遇不到的。佛的威神，佛的自力，也就是佛的威神力吧，是吧？佛威神力遍十方，解释这佛的威神力啊。在书钞里头，清凉国师说，佛的威神力有三类：俱生类、圣威力、俱生的力、圣威力。圣人修道成就了、成圣了，他的威神力；还有一个法威力。还有法的威力，这个俱生、圣威、法威，把这三种，再做一解释，佛的神通威力、法的威力，还有个俱生的威力，一生的威力，还有共二乘威力。佛菩萨的威力与二乘人共的，二乘人的威力跟佛菩萨的威力有相等的、相共的一面，还有不共的一面，不共二乘的威力，二乘没有。大概以这五种来解释佛为神力，佛为神力。在佛的这个五根当中，都是清净的。四肢百骸，佛的每一个，那咱华经讲每一个汗毛孔都有无量的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可坚固的，不可坏的，是长的，是无边的，坚固不可坏，长的无边。佛的身是这样的一个身，所以叫无边身。经常说遍于无边的身，是指这个身说的。这个身即是力，身即是力。这个是指着法身说的。话说，广大的四现，广大的四现是指着化身说的，变化身，变化身说的。佛的无分别字叫平等字，还有个平等智身，智慧身，大菩提心，叫波罗蜜身，波罗蜜身。那么这些身总说起来就是法身，是法身，法身偏一些处就是无边身，法身的不可思议，偏无些处就像无边身云，那就变化身。所以的变化跟法身没什么区别，一切众生身跟佛身没什么区别，那是只是众生法身说的，不是众生所化的身。佛的化身跟众生的化身，这是区别的，是绝对不同的。佛的报身跟众生的报身是区别的，佛的法身跟众生的法身没区别的，平等平等的。
辨别诸佛的果果的它的相，果的相就是功德相。要知道佛的法的威力，知道法的法威力，那叫诸度，十度的诸度，都有解说的，都有解说的。所以有四种相来辨别，来辨别这个果相，辨别法的威力，断所对治，能断的跟所断的所对治的一切的烦恼习气，知量成教。经常咱们讲二资量道，资量先知道资量，说我们有道量，有道量啊，支住你这个肉体，完了支住你好行道，叫知量道，然后一念起就有加行道，求加持，先求佛菩萨就加行道，知量道，这样呢，你才能够自己得利益，也应他人得利益，摇一自他，摇一自他。第四种呢，变果。辨你所证的果，那得看你对治的如何，对治的深，正果也深；对治的浅，那你正果也浅。说证的果为什么不同呢？因不同。是吧？持戒清净能升天。如果是忍受临终的时候一切的障缘障恼，那心里头极无忧悔，这样很容易的果报是感到天地天界升天的。说是以殊胜的行菩萨道的圣师父，殊胜的，这样的得到是什么呢？得到的神通，能生定，他所生的是净处的，净处的，没有疑虑的，清净的，那呢？智慧的果是能感到的，离开烦恼，叫烦恼障；离开所知，所知障。这两种重障都能离开了。这叫多份的相近的果成就果了。这是果呢，有究竟的，有不究竟的，有争议的。有没争议的，有的是清净的，有的是不清净的。这以下呢，要把这些诸度的一个一个的分别解说，解说。那么有十颂，用这个颂来显示，一颂显一度，是三度。这个偈颂里头，上半段上半句是修因，上两句是修因，下头就是德国。有十行十地，从开始到究竟，到始末，这以下也有十门，叫四明、出体、变相。建立次第，相奢修正，或者要教说，或者关心说，那现在嘛就一文解释，
一文解释。嗯，这个都是清凉国师给我们，要么给我们做学习的时候能够入法界的方便。嗯，我们也可能把它叫家行吧，家行嘛。嗯嗯，加倍我们的行持，什么能够进入？嗯，第一个呢，先示名，先解释解释名词。嗯，后头呢，再一部分一部分详细说。嗯，名呢，总的说，都叫波罗蜜，都叫波罗蜜多啊，都叫波罗蜜多。嗯。波罗蜜多呀，解释的很多了。嗯，波罗蜜多，有的翻道比难，道比难，都道比难，也是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智慧，啊，那时候道比难什么道走，就智慧道比难。嗯，这是这么一个名称，波罗蜜多。问你做什么事儿，达到波罗蜜多了，圆满成就了。在这个解释微识说的啊，你是微识说的啊，因为华严经啊，微识们也解释，就是法相中所说的啊，密宗啊更不要说，每一段都有咒语，华严经都有咒语，那个咒不是显，不是很明显的，嗯，对，就是专门让你观心用的，是密宗的。法相宗呢，又叫微识宗。宗观呢，要是像我们梵行品，完全都是宗观的含义。宗观的含义，各宗各派，华严都具足了。一切的经的根本，知道这个道理了，知道佛最初三七日说华严，以后分别开眼。都是华严经的含义，含义啊，所以要知道这种七种最胜，完了来建立波罗蜜多，建立你的智慧，建立道比难，建立你的涅槃，建立你的一切成就。那难住在什么上？难住最殊胜的最殊胜的上头。什么是最殊胜呢？菩萨总相，菩萨就是能成佛。嗯，要依止什么呢？依止也依止最胜的，就是难住依止，要依止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你最好的老师。嗯，大菩提心就是大觉心，菩提翻觉。随时照顾你的心，让他明白，让他明白，觉悟就是明白。这难住最上，依止最上。心里最喜欢的意念呢，最想要求的是什么呢？慈悯一切有情，日日大悲心度众生。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舍生命，舍一切什么都供养给众生，那就得大欢喜了，就是最胜的慈悯众生。什么是事业最胜的？这个上没明说，具一切事业。什么事业最胜啊？具足一切事业，佛事业，利益众生的事业，大悲的事业，大慈的事业，这都是要具足的一些事业，要行这些菩萨行。巧辩最胜。什么最方便？什么最善巧？最方便、最善巧的是什么？无相的智慧。
不要在有相里执着，不要在一些言说上执着，不要在一些形象执着。无相的是最胜的。在修行当中，法院呢，忏悔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回向。回向什么呢？把自己的所有的善业回向于无上菩提。那么一点一滴回向有三处，一个回向于诸佛菩萨，一个回向于一些众生，还有一个回向无上大菩提。回向诸佛，上供诸佛；回向众生，下化众生。供养诸佛、化众生，都是要得到成就无上菩提。七呢，清净众最上。什么最上？清净。烦恼障、所知障，把它们离掉。烦恼跟所知啊，两个煎炸着，互相的交叉着，障碍的行道者不能成道。如果这七个罪上缺一种都不得行，都不能到彼岸。在七种就是十度，就是十度。这一下嘛，到文里再讲释，到文里再讲释。今天就讲这里吧。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印经协会。本会成立于2001年，以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在慈悲置业中，中华印经协会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与教育的角色。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大量畅印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并录制录音带、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与大众免费结缘。结缘品有浅显的佛教漫画、卡通，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佛法浅说、因果故事，以及佛经重点集录、抄经本等等，品项众多，无法一一介绍。这近20年来，中华印经协会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超过1,661,739万册，加上有声影音系列，总计已超过2,374,9909万册，受惠大众不计其数。此外，
印经协会除了印赠佛书结缘，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与印制大乘佛教经幡，并在宜兰、苗栗、嘉义、屏东、恒春等地建造大型的佛塔，塑造约20万座华严经塔及小佛塔，同时印赠30000个转经轮，分赠海内外各佛寺、佛教中心、道场及一般大众，以推广和教育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书是最好的礼物，阅读是最美的习惯。我们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教育可影响人格。印经协会借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建立正向人生观，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弘扬祭祖杨孝道，万幸祖先普回向，祈愿长辈福久久，众等礼拜金刚忏。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领众线上礼拜金刚宝忏。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送普门品暨佛前大供，下午大悲忏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0月17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兰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大家好，今天是菩提大灯论的第二堂课。上次提到我们这次课程是从比较基础的内容讲起，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想要尽可能的讲的细致完整一点。上堂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菩提大灯论啊相比于其他的阿底峡尊者所说的这些所写的这些著作更为殊胜的原因，之后呢又讲到了相比于其他的佛法论著，灯论为什么与众不同，这里列举了4个原因来说明这个灯论的特别之处。第一点呢，就是它包含了而且融合了佛陀的一切法教，让我们了解到啊，无论是显密还是大小乘法教之间呢，都是不违和，而且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解这个灯论不同于其他论著的第二个特点。我们通过学习它啊，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一切的佛法经典和论著都是实际修行的口诀。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佛经当中说啊，只有佛陀能够完全正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取舍之道。
也就是能够成就正战士和就近利益的方法。那么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和密续啊，当然就是最殊胜的口诀。但是呢，像我们这种啊凡夫俗子啊，无论是智慧也好，还是这个理解的力都非常有限，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很难啊凭着自己的能力啊，通过个人的这种独立思考去了解和通达这些经论的内容。所以呢，就为了能够就是更加的透彻更准确的去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得通过那些往昔古德圣贤所留下来的这个论著和口诀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样就会很容易的这样就会更加容易和更加简单。而且呢，我们还因此能够更加直接的掌握和这个抓住那些经典秘诀当中的这个精髓和关键。要不然的话呢，让我们直接去看佛经或者一些论点的话，可能就会就很难看懂那别说是就是实际的操作了啊。噶当派的祖师准敦巴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平时学了很多法，但到了真修实练的时候还要去找别的办法那是不对的。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学做菜比如说菜谱或者教学视频，就像是佛经论点是校正，那么我们得亲自下厨，自己去操作实践去做这道菜，这就是正法。那好不好吃呢就是有点像你的境界。所以呢，要学会做菜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就算是把这个菜谱倒背如流也是你没有办法吃饱的，得要自己真的去厨房动手练习才能真的学会，这就是修行。接下来呢，就是登论的这个第三个特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直接领会或者说是体会到佛陀的密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明白佛陀的这个观念到底是怎样或者说是它的用意是什么。那当然呢，这个佛陀的这种观念和思想当然是非常深奥不可思议的，但是呢，由于这个登论它囊括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广泛又很完整直指观要，所以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体悟到这种佛陀的密意具体的原因和内容。但是呢，具体的这个原因和内容呢，我们就是先不要多说后面我们随着这个登论的学习呢就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这里就先不用多做解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登论的第四个特点概括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的避免和消除一些慎重的罪业。什么叫做慎重的罪业呢？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说认为佛法有大小乘之分，或者说大小之分，就会造成谤法之罪，指的不是说我们去这些分类佛法的意思我们去这样分类佛法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有些人认为大小乘有高低之分或者尊卑之分或者说是有看不起轻视小乘，或者对大乘有一种
优越和这种骄傲的想法的话呢，这样就会造成，就会谤法罪。大小乘之间呢，只是他们的这个针对和对象的目标不同，而针对的这个对象和目标不同。小乘呢，只要针对的是自己的解脱，而大乘呢，则侧重于这个众生的度化。他们的这个承担或者说是责任不同，所以呢，两者之间呢，其实并没有好坏或者优劣或者高低这样的分别。如果想要学习佛法的话呢，你想要有所成就啊，更要就是利益众生的话呢，那么就要就是两者兼备啊，缺一不可。就是灯论相比于其他的这些论点与众不同的四个原因，也就是四个特点。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